想知道宝儿在看什么吗？江江就是陈某的《火凤燎原》啦。喜欢三国的朋友们对这部漫画应该都不陌生吧？为什么特地提到呢？因为《火凤燎原》要搬到手机平台上去了，赶快来看看我们精彩的游戏报道吧！东立出版社正式授权由台湾知奥代理的手机游戏《火凤燎原大战》将于今年五月在安卓平台上强力推出喽。游戏将以《火凤燎原》漫画为核心背景，融入了卡牌收集元素以及即时卡牌对战的混合式策略玩法，并保留原著漫画的风格，带领玩家进入陈某原汁原味的史诗三国时代战斗，并且还有陈某独一无二的签名卡供玩家收集。官方宣布将于25日展开为期3天的精英三档测试活动，开放限量名额让玩家先行体验游戏的魅力，并且开放事前登录抽武将的活动，将有机会先抽到限量的五星级卡牌。有兴趣的玩家赶快到官方网站查询更多的《火凤燎原大战》好看咯。